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耀。我们现在打一下全新的花妖挑战关卡。那这边带大家来打鹰的部分，用的是咒术的一趴大奖五条老师来通关。可是这边就没有办法全咒术配置了哈，因为关卡有一些针对性啊。哦，例如说一回合要消30颗星珠。哦，这个的话其实不一定要一回合消啦，只是说他那一关还有反馈10万哦，所以那边是没有办法对魔的。于是我这边带了黑加加老师哦，让其他成员不要发动攻击，那反馈过来10万，我们还 hold 得住哈。好，那要30星的话，我们就是用安妮亚。那你如果要换掉的话也 OK， 例如说水秦皇或者是暗秦皇这种可以制造30颗星珠的都行哈。好，那白雪的部分是为了防王二的灼热地啊，本来是想说那个啦。王二灼热地我们可以用领域展开跟敌人对魔，让灼热地消失在进攻，可是敌人还有一个中毒 90%， 所以一样很麻烦哦。这边的话就避免夜长梦多，我们就直接用无视灼热地的方式吧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同系列的虎杖，这边我的队伍跟龙科配置，如果你有没看清楚可以按暂停稍微再看一下，剩下我们就是边打边讲解咯。好，第一关，好，第一关这边的话我们留右边下来洗技能，第一回合先大力转。好，那留右边的话就是不要去消到全部的水珠就可以了。好，来，接着我们就是慢慢偷回合哦。我们等到他打我们之后，再变成 CD1， 我们再去进攻，就是把回合偷好偷满啊。好，第一下打过来会是 miss 哦。好，那 miss 之后呢，我们继续偷偷到那个对面剩 CD1， 我们再进攻这样子。好，这边千万不要急哦，因为急可能就会翻船哦。好，那 CD1 这边我们就直接开五条老师。好，然后直接送给他就可以了。好，来这边带走。来，接着第二关。好，第二关这边的话我们开虎杖。哦，我们场上虽然只有三位咒术师，哦，那咒力也就只有三颗嘛，可是其实三颗就已经把你加到6 C， 那虎杖这个版面是10 C 哦，所以一定会符合对面要的15 C。 哦，我们转完只要停火焰地就没事了。好，这边一样带过去。来，接着第三关。好，第三关这边就开五条老师。来，接着我们就是消暗更新就好哦，剩下全部用叠的。好，这个大家应该也蛮熟悉啦，我觉得最近这个版面这个盾出现还蛮频繁的，所以就去把它叠到吧。来，这边带过去没问题。好，接着就来到我说的要一回合30星那边了，这边相当的麻烦啦。来，我们先开五条老师。好，再来我们开那个黑加加，超技的黑加加老师，技一加技二都打开。来，接着我们开安妮亚，然后关掉，我们点全版新珠。好，然后我们再补一个领域展开。好，那五条老师的队长技哦，要消三种珠子才有额外倍率哦。你可能会想说，这样心暗暗哦，这样没有到第三种怎么办？没关系哦，给大家看，刚好就真的没消三种，可是伤害的部分是足够的，这边就不用担心哦。好，来，接着二血的部分，这边我们开五条老师。好，然后我们做一件事情，这一回合空转，但是空转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件事，就是去把那个火珠四颗放到第五直行去，哦，像我画面上这个样子，哦，那最后的结果只要第五直行有四颗火，这样就行了。然后我们空转，哦，那空转之后第二回合我们就直接去把那个火珠转到两组十字，对，这边是火十字两组盾哦。好，啊，火珠有转到两组十字就 OK 了。哦，我帮大家试过了，完全没有天降。哦，靠着领域展开的25 C 其实还是足够的，所以这边不用担心。好，接着来到第五关。好，第五关这边的话呢，我们先转6 C 去带走那个6 C 的那一只自爆怪。好，来，接着第二回合，如果你血量有超过16万，你可以直接开五条老师，无视顾 C， 把两只一起收掉。那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就是再去转一次7 C 齁，只是版面右半边都已经买牌好，大概4到5 C， 你就只要再找额外的 C 数，理论上就可以符合对面要的东西齁。好，那8 C 你要自己转也可以，你要开五条老师去无视也可以，就是看你自己齁。因为只剩下一只的话，它爆8万，我们就 hold 得住了。OK， 来，接着来到第六关。
好，第六关这边的话，我们开虎杖。好，这边一样是 15C 好，但是要稍微注意一下，就是你咒力要有消到。那我们这边要把一组火隔开。好，那隔开的话，场上会只剩下 9C， 加上咒力你全消，刚好会是 15C。所以这边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咒力有消到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边一样带过去没有问题哦。来，接着来到第七关。好，第七关这边的话，我们就直接开五条老师。好，攻前盾五条老师的队长技有给咒术师无视，这边就直接带走。好，接着来到王一。好，王一这边的话呢，要消五组一样的珠子，我们开五条老师。好，然后我们开安妮亚，然后关掉点暗心暗。好，然后再把领域展开打开。好，那这边一样哦，如果真的没消到第三种珠子，大家感受一下，哎，伤害到底是不是足够的哈？好，真的没有消到第三种，那这边伤害如果足够的话，大家就不用担心了哦。好，来这边一样带过去，没有问题。来，接着二血的部分，这边我们就开白血去无视掉他这个灼热地。好，然后再来的话，我们开五条老师。好，那刚刚已经领域展开过了，所以这边对面的20 C 是小 case 哈，我们都已经25起跳了。好了，那这边的话就是五条老师过这个鹰的挑战关卡，给各位稍微做一个参考。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啦，拜拜。